头上。苏世轩大学是先打湖北科大，然后再打台湾师大，这个球给进去，好球！丢进来之后成功的小球，然后我想这个在整个高位的挡拆来讲，哇哦，太精彩了！在三篮底下去找周一翔，继续转身给小球进去，周伯成 and one。连续两波，周伯成在篮底下得分。健儿，先守到郑祥军，再往外给，这个球扑掉，成功的防守。郑祥军赏给金钟奎一个大虎扑，前面快攻机会交给了林庭谦上篮，哇，这个机会是郑祥军创造出来的。出来会给苏世轩，在古家俊收球，转身后仰，哇，高难度的后仰跳投，哇，面对是 Robert 的防守来做一个后仰跳投，两分打到。伊朗队进攻，底线的三分球出手，抢篮板陈一军拿到，开始突破往里面走，这个球撑到最后，快攻得分，杀到底，一条龙。一到两秒，中华队进攻，刘铮被包夹，陈英俊外线跳投，哇，被拨掉，再拿到，最后一秒钟还有机会，哇，虽然他第一次出手被对方干扰一下，他重新掌握了球权，漂亮的一次三分命中。快出来了，差点三秒，再会给郑祥军进来了，这个球，啊！杀进去之后暴扣，哇哦！哇，这是到目前为止最精彩的一球。陈一俊直接起了，炸！球来的突如其来，哇，心脏够大颗啊！